吴兴波老师啊，是把各个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果然十分精彩，非常精彩。那么下面呢，要为大家表演的是阿拉上海人最欢喜的武家。哦，武家这个嗲个呀，本乡本土本地戏，上海味道呱呱叫。下面我们就要请出上海沪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吉艳平老师为我们表演。吉艳平呢是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善宇老师的学生，他要为我们带来的是几段非常经典的沪剧唱段，一一租美鲁味了牙语，他是阿庆嫂办喜事，掌声有请吉艳平，大家鼓掌。门生生呀，我做媒人可稳当。咦，侬是个小姑娘，侬做媒人不像阿爷，只要做得对，干啥像不像？我来。我讲哎，许配大家你情郎，就是东城的李小伟，哎呀的门亲是不问答，配了的门亲，村里呀有人家，是你亲。家生生呀，婚姻只要配下大，配下大呀，干啥人家没和他？谢谢谢谢。吴家呢是阿拉上海个乡音，所以今朝辣辣此地演唱啊，尤为觉着个亲切。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鲁荡湖中》里向的《鲁味了牙语》，希望大家同样欢喜。谢谢。
小霞啊，晓得现在很多啊，侪是上海人啊。接下来呢，为大家演唱一段白戏是，也是鲁荡湖中里向的。阿拉丁是我老师曾经打把了的。我想今朝了这个特别的这个氛围当中，把这段唱再次的献给大家。阿青嫂，白戏是，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喜上加喜。小霞。人四海把家亲，十色是请到名家的生，等喜得你家亲花款更起身啊。十星六家八歌手称第一，我与他们家屋来我有交情，我阿亲嫂不雅礼品送不起，送一杯咖啡是做小大名啊。我一个姨父在上海，十八步菜刀最出名，只要司令出啥口，我马上回去写封信，我叫他立刻赶到苏家坝，苏家坝名菜好酒待客人啊。祝大家今宵快乐，天天快乐。沪剧啊，就是嗲，就是好听。那么嗲的听过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一段高亢激昂的京剧呢？哎，京剧好啊，我们大家都喜欢京剧。的确如此，由东到西，大家南北的人啊，都爱京剧。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上海京剧院的优秀青年老生蓝天。蓝天可是名角啊。蓝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迎来春色换人间。掌声有请蓝天，请欣赏。
先把土匪班四剑刀插去，威虎山十八座山雕埋葬在山前，壮军喊三年从心真身来，等等到夜难有回师拜见，刀锋朝领要他谢谢，谢谢。